公开健康保险受到知的权利不容抹煞。知的权利不容抹煞。公开健康风险报告。公开健康风险报告。那这场记者会主要是因为在103年的时候，高雄市环保局有委托正修科大做了一份临海工业区临近区域居民的健康风险评估计划。那这份计划做出来之后，105年的时候计划完成以后，很多高雄市的市民其实很关心这份计划，希望看看说这计划内容到底做了什么，调查结果是什么，然后之后我们又要怎么因应，怎么去避。那但是高雄市政府却迟迟没有公开，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却迟迟没有公开这份计划，所以地球公民基金会就委托了成大法律系王玉正老师，就在去年9月的时候提出了诉愿。我们期待这一份健康风险评估报告这么久，好不容易在104年9月计划结束以后，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一直问结案了没有，结案了没有，就是没有结案。要不然就是说什么验收还没过，什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不能够公开。那到最后呢，我们忍无可忍，终于发文去。那我们今天要强调，地球公民基金会其实关注整个大高雄的污染的问题，这个当然是非常显著的一个议题。为什么？临海工业区大家认为在小港，其实它是属于小港跟前镇一部分，算是前镇。如果我们把小港跟前镇的数十万人口的这个影响的人的范围算进去，这样一个健康风险报告不愿意公开，是把这几十万个人的生命跟几十万个人的健康开什么玩笑？真是忍无可忍。那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好不容易现在终于法制局给我们一个公道，说他们这个处分是没有道理的，要撤销，所以我们就呼吁他们尽快公开，而且请完整的、一字不漏的，不要再出什么小动作，不要再搞任何的花招，一字不漏的完整的公开。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强调一件事情，因为已经拖太久了，也就是说这个报告里面所建议的所有该改善的，为什么要改善？各位知道吗？这一份报告因为在执行的期间，我因为有参加几次的风险沟通会议，各位知道吗？临海工业区这边健康风险评估报告，我们看到的初步的结果，当地的空气污染物有几种？超过120种。你可以想象你呼吸的空气中有120种以上的空气污染物吗？你可以想象里面有23种是致癌物吗？而且这23种致癌物里面，我在里面有写哈，其实有一级致癌物，有苯，有甲醛，这都是一级致癌物。它健康风险都是超标的，还有乙苯，那二 B 级的致癌物。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我们担心的，其实还有带药锌、重金属这些。健康风险是多少？其他的污染物的健康风险是多少？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需要他们一字不漏的、完整的公开，不要把我们几十万的高雄市民的健康、性命当做什么，不当一回事。我再强调一次，一级致癌物、二 B 级致癌物，还有带药锌，大家都知道世纪之毒，这一些都是令人非常担忧的。那这些都在报告里面，你必须要完整的公开给市民。那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资讯的公开以外，因为已经拖太久了，这一段时间结案报告里面所建议的减量的动作，你们做了没有？环保局到目前为止在这件事情上你做了多少？请全部摊开来，在阳光下接受人民检视。其实，到最后，在这个诉愿的这个答辩的理由里面，其实环保局已经是转向，在做这样子的一种论述。他就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评估计划里面的评估内容啊，尚未完全证实。那尚未完全证实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不应该公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有提到，甚至比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就认为说如果尚未完全证实的政府资讯的话，民众是没有知的权利的。我也特别把这一段放在 FB 上面，让我所有的法学的同届啊，然
来，我觉得这可受公平的。那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是觉得很就是引起一阵哗然，说原来啊，这个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啊，然后来否定调职的权利。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目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社会当中，我们面临到很多，譬如说来自于环境的风险，来自于科技的风险，这些风险让我们在评估它的安全性或者是这个民众的健康性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难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的证实，但是也并不是说这样的评估是完全毫无根据的。好，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评估是毫无根据的，其实我就回到本案来讲，我觉得对政修团队非常的有失公允，那这个案子也不应该会结案。换句话就是说，它的内容里面，它在某个这个，比如说某种评估方式，或者是说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它在健康风险上面是某程度的意义，啊，是有某程度的意义的，而不是毫无可采。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你不能说这个评估是这个不应该去做公开的，啊，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健康风险或科技风险的一个在治理上面正确的做法是，那你反而应该是要去怎么样？你要因为你不拿出来，反而只是你所担心的事情刚好就会发生，你担心说拿出来会造成恐慌，事实上你不拿出来造成的恐慌可能更大。这个归根究底来看，就是一个怎么样正面积极的去做风险管理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件事情或许就环保局单独一个局来做来看的话，其实是有所局限的，因为健康风险不就是健康的问题吗？那我们的卫生管理机关在这个地方好像都这跟他们无关，我想这也是很难以想象的。那因此啦，最后我是这样子来呼吁的，我们希望环保局真的是去面对这个问题，风险治理问题。那同时呢，也希望这个问题应该是有高雄市政府的一个高度，而不是只有环保局的高度而已，因为这边确实需要有跨局处的问题，而且这边所涉及到是几十万这个民众问题，难道不是高雄市政府整体应该要来处理面对的问题吗？其实我也从小到大就是从小港出生，然后在高雄出生，然后在小港长大，然后我知道小港的环境品质一直不是很好，除了空气不好，水也不好，然后交通安全的问题也是很多。那现在以前都想说还没有生小孩那就算了，说不定我有可能搬到其他地方。那现在我也已经生了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都在学龄期，这是一个生长发育非常快速的时期。好，他们未来可能也会在小港这个地方长大，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是人权都市的高雄，会这么罔顾高雄市民的健康。尤其是当已经做了这样，已经花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做这个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以后，还不愿意公开。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疑虑的时候，你不向外界说明，那外界只会更加的揣测，只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不想让我们知道吗？但是既然不公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以为我住的地方是健康的，是安全的，我的小孩可以在这边安全的长大，健康的长大，我不用担心他们以后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我不用担心他们现在吸的每一个空气，每一口空气里面都有刚刚提到的甲苯，乙苯或者是甲醛等等这些致癌物。作为一个母亲，最重要的就是关怀自己，关怀自己小孩的健康，关怀我们的家人。但是政府的这一个举动让我实在不晓得我应该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是不是就应该要搬离小港呢？还是我干脆就搬离高雄？因为高雄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府了。